抱歉，不太渴了。喜欢这个味道。我刚刚买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看见了个帅哥。谢谢。姐，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？我先过去。是谁啊？他呀，他就是这次来参加发布会的人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